第八题，下列有两群数之，是分别求其众数，众数也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一个数。那第一小题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20.6， 出现了两次。还有一个 21.1， 也是出现了两次。好，第二小题，这一群数值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72，共出现了三次，因此众数为72。